变味了，连三八妇女节都变成女生节了，对吧？大年三十是个节日，大年初一是一个节日，元宵节、情人节，下来是啥节日呢？下来是三八妇女节，对吧？这就五个节日了。清明节不过，然后是五一劳动节、六一儿童节、五二零。对吧？五二零就是个神奇的节。五二零，然后是端午节，端午过了，慢慢就差不多中秋节，是吧？中秋节过了就是七夕情人节，然后是国庆节，一年好多节日呀、啊，真的，一年真的十几个节日，挺多的，兄弟们。还有个父亲节，不打我。我觉得男人的节日呀、啊，就是。就是好像没有男人的节日，是吧？有父亲节的吗？那都算不上了，真的。男人的节日太少了，是吧？哎、女人的节日太多了，都被资本抛弃了。因为资本知道女性才是受众群体以及消费群体，女人、小孩、老人这三个群体是一个极容易消费的群体，而且男人极容易去给自己对方给女人去买东西，所以说现在商家资本都希望女人的节日多，而男人就去买单，知道吧？从而男人活得比较累，挺不容易的，说实话真的挺不容易的。反正有时候我觉得对男人来说挺不容易的，每天累死累活的工作呀，上班呢、啊，对吧？其实对于有钱人来说呢，这种节日其实男人也会挺开心的，因为他可以去满足自己的对方想要的东西，而对方开心了他就开心。而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，本来压力生活压力就很大的人来说，他就会很累，你知道吧？哦，对，还有万圣节、圣诞节，对他妈的，哦，对，还有万圣节、圣诞节，女生也特别爱过，真的，哪儿那么多节日呀？真的，说实话，你把这些男的整死算了，有一说一，是吧？一月挣个三五千块钱，你说那咋过节嘛？对吧？一天这么多节日，你不把这些人给整死在那儿啊？你说一年过个两三个吧，哎，大家还能接受，对吧？还有女生的生日。还有你俩的纪念日，这他妈好多节日啊，兄弟们，一算嘛十七八个，我才都快二十个节了，相当于你一个月就得过一两个，一个月发个五千块钱工资，拿个三千块钱、四千块钱出来过节，你吃粑粑呀，对吧？不容易啊，兄弟们，真的太难了。所以有时候其实单着挺舒服的。如果你一个人的话，其实单着其实挺舒服的，真的，你会没那么累，知道吧？你会开心一些，真的。所以现在很多人不愿意处对象了，愿意一个人待着，甚至很多女的也不愿意结婚了，女的也愿意自己一个人待着，对吧？王五万嘛，王五万咋了嘛？王五万，欢迎地藏菩萨，欢迎那个爱拼才会赢啊，随心所欲好呀，兄弟。累，累，真的累，确实挺累的。你像我这种啊，其实在观众眼中会觉得我这种收入其实已经属于是很高了，我都觉得生活压力非常大，兄弟们，真的非常大，是吧，六叔？真的生活压力好大呀。现在你只能够一笑而过就可以了，真的。感觉就像一笑而过就行了，真的。没觉得吗？我也觉得我过得很累啊，兄弟，我要过得不累的话，我很早就下播了呀，对不对？今天事情还没过，还差几个飞机呢，不知道能不能过，还差300多余次吧，不知道能不能过，应该选吧，因为这个点儿也没啥人消费了呀，人他妈都睡觉了呀，我操，那谁他妈出来给你消费啊，大半夜的，是不是？这个点儿选问题可太大了呀，问题不大啊，没觉得我收入高是吧？本来收入就不高呀，哪儿那么高收入啊，兄弟？欢迎我们家英七啊，兄弟，英七多点睡觉啊，英七
生活也挺多，生活也挺累的，他每天事情也蛮多的。我也不知道英七现在处于是啥阶段了。以前我俩刚认识的时候吧，那个时候我就知道英七当时要，当时他就买了一辆帕拉梅拉送给嫂子，这样挺牛批的，真的牛批。那时候英七都才多少岁嘛，很小，那会儿就能够去买帕拉梅拉送给对象，挺牛逼的，真的挺牛逼的。才2018年嘛，那会儿2018年的时候，说实话，一辆帕拉梅拉100多万呢，兄弟，而且对一个20岁出头的一个年轻人来说，真的非常厉害了，超级厉害。哎，也不知道这兄弟现在过得如何，希望你过得好呀，希望你过得开心啊，英七。这么多年一路走过来的，真的，一路陪伴过来的。球少，你还没回家吗？你不是说你现在回家吗？多久到家呀 ？ZIQ 你好，亮大爷退了呀？昨天不是他来我直播间了吗？跟我聊两句这样，可能觉得没啥礼物收吧，播不下去了就退了。很多主播都播不下去了，兄弟们，不仅仅是他，大多数都播不下去了，你知道吧？大多数都觉得播着太累了，觉得生活不易，你知道吧？你倒挺开心的，那游戏玩的，是吧？挨揍的时候你没看着吗？你还挨揍的时候呀？那没有。在开车吗？开车就别打字了呀，到家再打吧啊！注意安全，注意安全，生命就那么一次，真的。主要斗鱼拉了嘛，也许是这样吧，我也不是很清楚呀，可能吧。流量确实挺小的。是新观众比较少嘛，都是一些看了很久的老司机，这样大多数的老司机，老司机怎么说呢，也好，老司机至少他还会为你而去买单消费，新人你也不一定能够说你今天播了就让人消费啊，对吧？串儿那个礼物播了跟没播差不多呀，播了跟没播差不多，他不是公益的嘛，不能收礼物好像。以前美食区串儿呀、吴京呀、威海大叔呀、孙小乔呀、高哥呀、加我呀、胖 C 呀，那个时代的斗鱼是最好玩的、最有意思的，也是大家都能够每天挣到钱的时候。我那时候虽然挣的不多，但是每天也挣，也有钱挣，就是比现在好很多很多，真的不能跟狗比礼物呀。美食不像颜值和跳舞有固定的受众，看久了都会刷，有的情怀刷，有的回家的感觉，大多都是好玩嘛。是呀，你像我们这种啊，作为一个播美食的人来说呀，其实直播间的大多人啊，他不会说因为你今天做了怎样的菜而我去给你消费，大多数是我觉得你这个人哎可以，我喜欢你这个人，我是因你这个人而去消费，我会为你而买个单，这样就是在我能力范围之内，我可以为你这个人而去买个单，这样咋说呢，这些东西也不好说，只能说顺其自然呗，对不对？那你既然改变不了的情况就好好做呗，不用想太多，以后能改变了再去改变就行了，对不对？不用想太多，兄弟，对不对？不然搞什么飞机，最近不是那个周星驰嘛，星爷好像说要拍一个新的电影来着，对吧？叫什么少林女足，对吧？我好牛啊，星爷会出演吗？我在想，如果他自己要出演的话，我操，那个电影绝对超级火爆，但是我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出演。一个女的在外面就是再野，只要她在你面前给她烧饭吃都会追到手的呀，男女都一样啊。那可不一样，兄弟，追一个妹子可真不好追呀，兄弟，你以为现在的年头追个妹子好追呀？
情商高，会聊天，有点小钱，长得看得过去，那你可以通吃。但是，你觉得有几个男的能做到这样的？再给你讲个再简单的例子嘛，要么有钱，要么长得帅，就这两个选择，没有第三个，好吧？大概说马云通吃呀，对，大概都说了嘛，马云挺好，他说马云要搁我面前，我他妈的立马就嫁了，他说。所以说啊，有钱女性还是很多愿意的，真的，她倒不会在意你是一个怎样的人，她只要在意你能不能给她钱花，她觉得就够了，知道吧？也就是说白了，情感价值在他们的世界里没有那么昂贵，他们要的是生活，要的是物质。你像86这种，对吧？如果开个超地，天天搁大可爱直播间刷个几百块钱，绝对拿下，是不是？100%拿下。到时候86就不会说是啊，大概就不会说什么勾886了，对吧？86哥哥你在哪儿呢？86宝宝，对吧？86宝贝。是吗？嗯。直接跟他妈两个聊一下。真的呀，你只要有点小钱，真的。什么样的妹子没有啊？所以为什么男的你得去努力呢？努力了，当你实现了你想要的东西，当你有一定价值的时候，那兄弟你根本就不愁妹子，就是你身边都会是美女，你知道吗？所以现在基本上很多夫妻也好呀，处对象的也好，对吧？大多数都是同甘不能共苦，你知道吧？就这种感觉，就是享受他会享受，你让他去受苦他接受不了，知道吧？你大姑父走的时候他对我说，我本来他是没家的，吃了饭就觉得应该待在这个家里，他四个子女最后还是遗产给了表，给了你表哥，这样哦，不能这么说。你大姑父的观念存在于老一代人，老一代人觉得有饭吃就够了。我这么跟你说吧，前段时间直播间有个哥们儿，一个大哥，那大哥50岁，北京两套房加一块地，估计资产呢有个2000个出头。他把家里拍了照片给我看，因为他膝下无儿无女，分手了之后10几20年了就没结过婚，一个人很孤单。他跟我说了很多次让我去陪他，陪他，他的钱，他的房，他的地给我一半，真的不骗你们，我骗你们我是勾爸。但是我怎么想的呢？我觉得我连照顾我爹，我对我爸都没那样，我就对外面一个人那样我接受不了，我觉得那不是钱不钱的问题，我接受不了，不骗你们，就是你得陪着他，你知道吧？那大哥才50岁，指不定我告诉你活得好点了，他能把你送走，你知道吧？别他妈他活到120了，我操！是你嘎崩了，兄弟，是不是？意义在哪儿吧？没啥意义，说实话。你不能拿画不画饼啊，我们就把这事情拿成一个现实一个真实的事情来说呀。那换你去你能接受吗？一般人接受不了，真的。你都没有赡养你自己爸妈，
你凭啥去赞扬别人呢？八六要去了，指不定把柳送走。我告诉你，没，我养他都能养死。八六笑的好开心呀！你还笑那么开心的老小子。电三轮你好呀，他说什么？他说那里养乌龟都能养死，他一直他能把别人养死在那儿，走吧。反正我个人觉得呀，没啥意义，真的就是身材有道嘛，对不对？你不要说钱这个东西，就把你固定在那儿了，对不对？没啥必要。我反正接受不了，我觉得意义不大。我觉得我自己过得开心是最好的。你到家了吗？嗯，好的。九少，我还差三个半的飞机过四星，你觉得今天有希望吗？啊，有希望吗？八六，有，有啊，希望大不大呀？别问我没有啊，不是，我让你猜一下，你感觉我今天能过这四星吗？就没让你刷，对不对？没让你刷。有八六在吗？算了吧，选嘛。嗯，我也觉得九少说的话就很真心，选过不去。真的就差三个飞机，兄弟们，你们有的帮忙顶点吧，好吧，谢谢你们。真的就只差三个飞机，兄弟们，三个半，三个半就过了，不是特别多，三个半。今天能过个四星，我肯定很开心。毛现在不着急，兄弟，你肯定不着急，妈你困了累了睡觉去了，我急的嘛，我操！哎，来吃红肠，八六。它这个皮好硬啊，这红肠，就是那种里面有大蒜，知道吧？蒜香味的那种红肠。又一端午节快乐嘛，皮好硬啊。你们困吗，兄弟们？但是时间过得多快啊，一会儿就四点多了是吧？快五点钟了，都四点半了。我今天又陪你们一晚上，我今天又陪你们吹了一宿啊，兄弟们，我操，我人麻了呀。天子呀，对你的生活我是真羡慕呀。纯纯的富二代一枚，跟你的生活一样，只是他比你提前进入这生活了吧，刘叔。他在二三十岁，现在应该是养老了。我辛苦个勾八呀，我辛苦，我不辛苦，我这吹牛逼咋辛苦的呀？走，找个小姐姐聊天去，打 PK 去，找朴允熙去。刚才那妹子，嗯。就顶着一个人玩，那找谁玩嘛？大半夜的，也人家也不知道能不能会不会跟我玩，也不一定会接我麦。PK， 赢去PK， 我们去随一个，找一个有条件的去，打 PK， 找妹子去。
见了。Hello。Hello。玩什么？你是做饭的吗？你别管我做啥的，玩什么？话多。玩什么都可以。中途扭腰。哈。能把它再定啊。哈。你别这样，哈。你在干嘛呀？你真的是。我在卖萌。你卖个勾吧，你别卖萌了。你都把大哥吓走了，我告诉你。兄弟们，有票上上票啊！有礼物支持，打 PK 一局。我自己给自己上票，上个